胜利的一方，可是我坚决不同意这种偷懒的行为。哎，你看他，我们是正义的象征，难怪陈思雅会被换掉。很难，这个好难哦。那我们其他人要怎么活？不是，因为刚刚那个我可能还有点身高优势，我可以跨过去，或是可能跑得比较快。那是平衡感了吧？冲浪应该就是平衡感。你们有人会冲浪吗？没有。有人会滑雪吗？没有。有人会滑水吗？没有。好了，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非常谢谢。你会吗？你会吗？这不是通常都会去玩一下吧？不会。人家滑说矮的人滑滑板比较厉害，因为离那个比较近。对，地板，所以这个也是嘛。我觉得因为重心比较低，所以小朋友学滑雪都学的比较。对，小朋友。小朋友哎，回答你。小朋友学滑雪都会学的比较快。对。他刚刚说对对对，很好。终于有我们发挥的地方了。哇。也不一定啊，也不一定。下面差在哪？你没有去滑水，你有去滑水过吗？我有去玩室内的滑雪。啊，对啊，那个也算。就靠你了，女生。哎，那我们是比谁站上去比较久？比较久，因为它有不同的速度和段数。OK， 我觉得，因为我
我刚刚看在旁边啊，就是底盘放低，然后脚尖朝同一个方向。嗯，你不要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，脚尖一个朝这，一个朝这，会太飞。对，你看现在是说真的吗？是骗我们？吃饭，我又不会玩，我怎么吃？我们等一下让他先，啊，那你先好不好？我先。对啊，然后结果我一秒飞出来，一秒飞出，反正我们这块没压力。对啊，我们轻松玩。我叫他一秒飞出去又怎样？我还适应这个游戏。我们都好玩啊，那我就不用玩了。对啊，我不如赶快去坐火车。对，荣誉型，求胜型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刚刚现在是3-1吗？4-1啊，我们一次关了，这么烂的，一次关了，我们只靠运气，也不会这样，真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一关赢，就逆转胜了。没有这回事，这一关赢的话呢？你们逆转胜，啊，饭店还是我们去住 ，OK 啊 ，OK 吧。OK 啊，那有什么意义？对啊，那赢要干嘛？我们嘛，我们认啊。而且我们就是要有勇于挑战的精神嘛。对啦，赢得下一次通告的机会啦。好啦，那我你先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哎要开始了，不用喘。有哦，哎，那很慢，你 OK 吧？慢了 OK。Oh my god！ 想象一下你在海边，加快了，加快喽。哎，这个停下来很像那个，哦，好帅哦！转了 ！Oh my god！ 很帅耶，你好像是 popping 哦，震一下，震一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跟你讲，很甩，很甩，很甩哦，很甩啊，好可怕哦！其实后面呢，我觉得自己乱了阵脚，自己不能乱了阵脚。你乱不能乱阵，因为它可以加快之后，其实你只要跟着它的那个旋律走。嗯，它有旋律吗？哪一首歌？你们三个好吗？我觉得你就让他带动你，你不要慌，不要加下去，不要跟他抵抗。那么容易几秒？哎，对啊，我几秒有算吗？哇，48秒，多哎，从慢，可是前面很慢啊。好，我觉得后面你们就是让他带着，好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那下一个换你们，你啊，你就你先，我是李萱，好可怕，你重心要低一点，重心。太低了吧，这都拿不了。哇，你腿好，你是有点太开了腿。哇，你再大，你有点太开了，还摸了。哎，从背面看，你好像某种生物啊。哎，刚刚我觉得阿王，我们这边飞了。你手上怎么又是有口水了？我的手汗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我的手汗流到不行嘞！啥也好可怕，怎么了？我觉得很可怕，我觉得很没安全感，很没安全感。我觉得你有撑过几个难关呢？你有一点回来那种感觉，真的让他带着我，这种感觉就很像我们做断轨，他不是会卡在那边，然后突然下去，下一个是对对对。哎，那家总是不是要发现了？你先呢？我先呢？如果你说我没有超过十几秒，你就不要上去了，是不是？有这种事吗？哎，虽然我们是胜利的一方，可是我坚决不同意这种偷懒的行为。哎，干嘛？我们是正义的象征，难怪陈思雅会被换掉。是啦，就是因为这种偷懒的心态。想说要早点回饭店休息好吗？早点。哎，可是我必须讲，刚刚倪萱在上面的时候，超像蜘蛛精的。我以为你要夸奖我了，他的背面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哎，你稍微上半身挺一点，不是翘屁股，缩核心，干嘛突然下去啊？
出去。我也敢跳进去啦啦队哦。哎，对，他会进去啦啦队。哎，对耶，你可以耶。哎呦，好稳哦。他进去啦啦队会飞上去。交给他，交给他，不要跟他抵抗，你的身体跟他抵抗了。我没有啊，来来，你想去哪我就去哪。哎呦，啊，可以可以。很厉害，哇！哎，叠的蛮不错的，叠的蛮不错的。你刚刚有度过一个难关，好强哦！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呼呼呼呼这样子。哎，我没有没有负我拉拉队，有跳过拉拉队的这个，你很厉害。你有度过一个特技41秒，哇，我压力好大，好不错哎，压力好大。我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在上面跳一首《林立》。简单的，跳个简单的。我搞不好在上面很爽。你要就是帮球团站出来，这样球团才看到你无时无刻都帮他们就是宣传应援。好。好。哎，你的脚尖要同同一个方向。哎，好，我们有方向。群魔乱舞，又摔人。哎，腿太开，腿太开，身为大家队，他直接往旁边撞。腿太开了，腿太开了。哎，我觉得我蛮厉害的。我觉得不错。哎，他几秒？49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你们害我笑，害我不专心？是这样吗？对。可是你刚在上面姿势超怪，而且你在那边乱呼，你超像章鱼的。你刚刚超像章鱼的。哎，可是我第一名啊，你们要尊重。哎，你这样好不爽哦。这样不爽。挑战，挑战，挑战哦。哎，他说他不爽你第一名啊。他要去挑战呢。你要去挑战吗？我挑战。我不能请这边最厉害的人出来。没有，他现在49秒，你给他盯到50秒。哎，他几秒刚刚？你在家里讲话就会大声了。哎，他在家里讲话已经很大声。你刚刚38秒，其实只差个10秒而已。我刚38秒，我刚41吧。哎，刚刚41秒，真的是我。那你只差一点点而已。38你再挑战一次。好，争取一个荣誉，快点。争取一个荣誉。来啊，来，姐妹之间的荣誉，没错，争取。我现在马上站上来。对，我立刻要站。我觉得这个要专心，不能跟他讲话。好安静哦，没人跟你讲话，真的。他为了来了来了，全家占有一席之地。哇哦哇哦，好像有，好像有啊，有有有，可以，全救救回来，救回来，救回来，救回来！哦呦，哎，几秒几秒。很逊，但其实真正厉害的人是怎么玩的？我们直接来看一下，好好好，加速哦，哦呦，直接到4级，最高就是吗？应该是哦，现在是2哦，这个是二，现在是二，哦，三，好可怕哦，华丽旋转，四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哎，好强哦，哇塞。他很专心，他很专心。哎，他就算觉得要掉下来，都不会掉下来。对啊。哇！他那脚哦，哎，他有一阵子是用脚尖哎。对。他有他两边有在处理一下。对。我刚刚说我有发现这件事情。他用脚尖。我刚刚站在上面的时候，我觉得很，因为我平常都穿增高垫，所以我也都用脚尖。你让他说好不好？说你可以上。哎，我也是第一。哎，对啊，他也是第一名。这有什么诀窍吗？应该是就是你身体不能晃，身体不能晃，你很晃的。没有啊，他就是不能晃嘛，你
其实你要跟着那个规律，跟着规律，跟我讲的一样，脚尖是这样朝同一个方向。对啊，跟我讲的一样。那你怎么没有第一名？对啊，不行，哎，还是你再挑战大声点，还是你再挑战一次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赢了，我为什么要挑战一次？奇怪。你知道那么多诀窍，所以他刚刚那样真的很快，而且他好几度都觉得呜，然后他都会回来，他都会救回来，很厉害。反正大家想玩想练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你每天来三小时四百五，好不好？你每天来，每天四百五，每天一个礼拜，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变得很厉害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目前是4-2，这个是我4-2，没有他赢啊，有啊，他赢啊。加总数哎！啊，你太烂了！我们取最高分的，没有，我们是加总。阿轩呢？请一，阿轩呢？你先帮我们查最后一班火车是几点，好不好？区间车，你们直接坐区间车。我在坐普悠玛吗？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先去饭店了。我们。决定就是今天晚上要一起共度，好难过，一起睡，共度春宵，这样共度春宵，一起泡澡澡，好不好？还是还是我们留下练习，没关系啊，我还是爱你，我还是永远爱你，永远挺你，有这一句话就够。对，然后一转身，你先，那我们去坐火车吧。啊！你怎么不转过来？不敢面对是不是？觉得太丢脸了。我们要坐一下。好，坐一下，平复一下心情。好累哦，真的好累。我觉得我们尽力了。对，的确。我们全身酸痛。的确。没赢了一关，哎，靠你套圈圈。果然套圈圈。哎，算有点实力吧，小实力。那个真的有技巧。有，还是有，有没有小实力？我觉得我只会这种废游戏。电话响了，电话响。喂，你到火车站了吗？我们到火车站了、啊。有没有7点的车？加油！反正车来就上去啊。对啊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坐火车，随便坐。你们是什么车？我们坐什么车？区间车。我坐区间车。要问这么细是不是？哎，我考虑慢慢晃过区间车。要做很久，加油啦，加油！我们下次一定会赢回来。而且我们刚刚有在讨论说，我们也很想住那个饭店。真的，我们自己会想办法。哎，那既然这样，你们就不要打扰我们，好不好？再见啊，拜拜。怎么姐妹运气不同啊？对对，这是还是你的问题。不要，没有，我最爱你了，我最爱你了，永远挺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哦，没事的。虽然最近新闻很多，你还是要加油。再跟我这样啊！哎，我们要一起坐火车回家。最近新闻不是我的，最近新闻不是你，很好很好，我们继续加油。OK。